我最初的作品都是黑白，都是黑白，因为是我的老师是用黑白画的，所以我就跟他学的时候是用黑白。黑白重要的事情呢，就你就看一下你就能了解，用一个板要表现所有的东西，像这里是竹竿竹子啊、然后后面的那些花园树了石头了小花了，这些都是要一个板做。所以这8年的时间是把我弄给我了一个我说是版画的基本。